4月21号 ，Take a Look 参加了 LG 在君悦饭店所举办的记者会，现场并邀请到了吴建豪来代言 OLED TV、Ultra HD TV、Smart TV 三大系列新品，并在记者会公布2014年电视市场策略，喊出决胜画质，表现攻占市场之决心。LG 的 WRGB 四色显示技术，顶尖科技 IPS 面板，是其他厂家不能比较的领先技术。吴建豪表示非常喜欢 LG 的逼真和细腻画质，而且在活动中多次赞美 LG 的产品。新一代曲面 OLED 电视有 0.4 公分的超薄机身，以及 4 Color Pixel 四色显示技术，与平常三色显示技术 LG OLED 多增加白光粒子，让白与黑分成更完美，大大提升了色层广度和色彩的精确度。同时 Infinite Contrast超高对比度，透过 OLED 字体发光技术，能自行控制亮度，使影像更逼真，达到全新境界。Ultra HD TV 有830万画质，是 Full HD 的四倍，同时还有 Ultra HD Cinema 3D 技术，让 3D 影像以近 4K 画质完美呈现。LG 电视独家 Web OS 操作界面有三大特色。Simple Switching、 Simple Discovery、 Simple Connection， 简易操作 LG 的界面。好的，这就是今天以上的报道，影片下方有连结，可以连结到我们的 Facebook、 Google Plus 以及 Take a Look 的官网，记得帮我们分享、按赞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哦。我是 Yuki， 我们下次见，拜拜。